继续来看到法里县政府去年针对全县606座桥的检测，其中就发现欠米仑海的农民桥有立下去的情形，还有亚大伯的桥墩同桥头被几下搭都避开了的。是讲要等中央政府变预算来改建，恐怕也就停办呢。古蜀市政府就请嘉义行山团来听说，还有县的十月初十来开工，而来改建一座文献的桥。一位40年的农民桥是花莲市欠过每轮铁石板桥东中街的一边。农民桥靠花莲火车头，还有每轮铁器，平时车流量是大，国家结构就受损，必定有危险。这7-8年来，每次只要台风大雨的话，它的水就会淹过这个水面，就将近一桥，所以呢就要封桥，而且它的桥的两头也都已经破裂了。花莲县的今年虽然有整体预算了改建有危险的桥，但是中央拨款停办，所以花莲市公所是希望加入航线团来停修，为下航线团出4500万托年底重建。啊，墩柱做起来，桥台做起来以后，啊，在下面做钢支撑哦，做敞撑的方式，啊，在现场啊搭一个工作平台，直接在上面做预力梁，再做桥面来做这样的施工，啊、不但是可以节省时间，而且又可以节省经费。加入航线团工，联系航线团和桥团起改天558平桥，改建了后的桥改名做是人民桥，桥面对6.5公尺，板块做10公尺，长80公尺，被重新规划东西两片的净土，提升安全性同功能性，进行共享安全明年新的前半工。刚刚新闻总台听，华联报道。